连贯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干什么。是的，好的，那也是来到了双方第二回合下半回合。那现在给到 TV 这边提供监管者，他的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背水一战了。对，先是搬掉了先知跟祭司。哦，其实我还比较好奇，就 Digong 还能给我们展示出什么样的一些绝活的角色池啊？我也很期待，不会是蜘蛛吧？哦，搬苏散，对，绝活先给你搬掉了啊！就即使是我上第一回合我四跑你的，但是我还是得尊重这首绝活。是的，对，因为他搬掉了先知跟搬掉了祭司，都是可以直接进医院的，也不太需要队友的一个辅助就可以直接转医院。虽然我们说可能蜘蛛不是很怕前锋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应该直接进中场。我先进去看看有没有人进来。哎，是。那刚刚看到玩具商应该是直接上二楼了。对，要不要看一眼这个脚印？不看了，不看了，啊、不看了，都在二楼了，不想追。哎，其实讲道理，我就可以去看一下，因为通常上二楼的不太会是猛男，对吧？是的，猛男都这种都是往外走的，胆子特别大的，我就往你脸上去晃的。哎，不过还好，这里的话是直接找到了，啊，不，还不一定啊，现在看到了 Sexy 的咒术。哎，但是这个 Sexy 是刚才给到了 Digong 很大的压力啊。对，而且这一波的话，废墟这个点是比较好吸红的。是的。哎，我隔着墙给你吸啊，对，你真没办法。你过来，我直接翻走。对，这跟先知还不一样。哎，一个倒车。前面的话可以下个板。是。一个猴了，还蛮快的。偷偷吸出来，这个哎，人啊，还好。那感觉 Sexy 会在废墟里面绕，但他是直接拉走了。对。这我觉得就整个废墟的半场就给到 Sexy 一个人表演的舞台嘛。你瞧，哇，断一下加速，断一下加速，先给一刀。手里两层猴，马上再多牵制一会儿，说不定三层猴就出来。地宫这边这没这么好架丝，还能架两次。那这边闪现是可以带走的。哦，有跳板，进医院了呀！直接进鸟笼、这个点位是很经典的点位啊。是的。是的，再一个板弹翻走。难受起来了，难受起来了。换节奏，找玩具商。哎，但他直接在这里飞走了。哇，一个滑翔，你落地。对，你要是别的角色，可能就落地刀。是的。再赌一个抽板。那玩具上要很稳啊！哎，就是还有他的，再来一遍，又进鸟笼了，哇，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。因为这个跳板已经是在开局一分多钟被两次利用，是，那主要什么？这蜘蛛没空踩啊，我哪有空去踩你这个跳板？对，哎呦，闪现还在手，有没有机会击倒 Sexy 呢？闪现带走吧。哎，可是 Sexy 咋自己出来了呀？因为 Sexy 刚刚是看到蜘蛛进了鸟笼，哦，盖了个头。我觉得不要拖了吧，找个角度直接闪吧。哎呦，还电，这得闪了吧？这还能忍？这还能忍？忍不了了、哎，又了一层，又一个电，好难受。现在前锋已经到了。哎，不是，他这把好像连困兽都没带啊，好难受啊！前锋也来了，前锋能撞一下板，哇，撞了，到了，哎呦，还好，砸不到，这还好没停在板中间，我的天。要不要闪现开一刀啊？闪现开前锋吧！你又换了一个全新的求生者去抓，这而且是前锋呀，满球的前锋。对，我球给你拉完，你密码机就没了。而且他现在没丝没闪，对，啥都没有。对，只有20点的蛛丝。那 Sexy 的话，哎，还是想过来，又回来了，又当又回鸟笼，又跳进鸟笼了。第二个踏板也放这个位置。想去追击一下 Seven， 再换 Seven 的佣兵，这佣兵这会儿给你都无所谓啊，给你一刀呗。对，给你一刀也无所谓啊。啊，给了，还真给了，还护腕，那有点亏啊。但节奏上的话，其实求生者还是大优。对，是的。他不要倒在两板一窗这个地方就行了。啊、又跳板、啊哇！可是他跳进去的话，里面的求生者都在互补状态。是，哎，这一把我如果我蜘蛛我上头了，我真的你这把就玩具商必须留下，好吧？这两个跳板气死我了。对，现在的话是鸟笼四人搓麻将了。哎呦天哪！就开会了都。对。再上去找吗？你现在上去的话，可能只能管一下两板一窗的佣兵了。是。再下来，哎呦，直接当面修。哇，好赶呀！这很满，好吧？这很赶。对，哎，他知道你没闪现了，就大摇大摆在你脸上晃吗？这太赶了。直接站出来，让你去抓他。哎，真就是。又被盖了个头，而且是有加速的情况下。对，哎，真就像林直你说的，就这会儿他就溜出自信来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是说我主动出来请缨。对，我就来，我来就哇，小陀螺。这开始了，你也 sexy 是吧？我的天，秀起来了，都在玩了是吧？就整体的状态都太放松了，现在。是。
哎呦，我都有这种错觉，我都感觉蜘蛛自己要抱乌鸦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逛街逛的自己要抱乌鸦了，这种感觉。对。哎呦，好难受啊！那你这里的话又没有闪，两个板子已经下过。是，外面两台超级大遗产，那御马之下满打满算是差了大半台。对，那 Seven 的这边两百一双是已经开掉，一口库，哎呦，也没有库到。这里搏一个板子。他技能也已经切了传送了，那可能更难击倒呀。那边前锋已经在摸状态了。是，哎，一口，那终于能带走了一刀。但是没有压不到遗产，往三板方向去挂一下吧。对，连击的话也是被破掉了。对，往三板方向挂，稍微去压一下，往挂脸上嘛。啊，挂脸上的话，好像也区别不大，这一会儿再 A 一下 CN 呢。真不给机会啊！哎哎哎，这个 sexy 干嘛？要冲过来了，要冲过来救人是吧？我看一下五层猴啊，五层猴的咒术好吓人啊！对，前锋跟咒术一起来，先给三层猴，给完之后，你要是回头敢给我一口吐，我又三层猴。你直接救，没有化险。前锋也过来 OB 了，是打到了咒术一下，那又有三层猴，又盖个头，再被砸头，就同志们啊，困兽之斗是个好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尤其是又有咒术又有前锋的时候，对，要不带个咒，带一个吧，带一个吧，真的是。哎呦，这口子也没有吐到，但带的是幽闭。哎，这一下没撞到，但是对没撞到的打到了。密码机身大半台，这要稍微驱赶一下前锋，赶紧修吧。是，已经是很久没有修密码机了，就放一个佣兵修。哎呦，这都敢回头小陀螺，我的天哪 ，Sika 就想秀是。现在就是轮军都想秀了，就不能让 sexy 一个人 sexy 是吧？对。又撞到了这一下。哎呦，这不做人了，不做人了！一口吐刀，还想来还想撞，事不过三啊，兄弟，这个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就大家都在玩。是，那主要是求生者这块压力也不大嘛。对，就剩下佣兵一个人在修机。是。自己交过的玩具商，传送不挂了，先控。但你现在就算能把佣兵击倒，在这个也没用。对，你看他们反应其实开心机，对他们玩归玩啊，其实你看他们密码机外面就起了台新的了，反应很快。但是可以看到求生者他们是没有去选择修密码机，想要去先把玩具商摸起来。哎，感觉这样有点，有点莽，要不先修一会儿密码机吧？这别玩脱了呀。对，毕竟决赛啊。因为你再这样打团下去的话，你密码机不够，始终是跑不了的。是，对，而且道具都被耗的差不多了。对，前锋道具和状态是都被浪费掉很多。那就先挂一下佣兵，先挂佣兵，修吧，往遗产挂吧，往遗产挂先。对，这个时候还得要补一下状态。是，这个人有点难救了。对，你真不好说啊，你这一会儿前锋在脸上，这个人不一定救得下来的。这要是能把前锋拦下来，外面两个都是半状态，还真有可能要出事情。是的，他们的话是咒术啊，先调状态。状态，那脸上卡一个前锋。讲道理，这里架两层丝，逼迫一下前锋啊。但前锋现在倒的话，其实很亏。对，是的，因为外面的人也来不及。还没人修密码机吗？这里会不会想要抢 T 墙的这一台吗？预判吐，没有吐到。极限带了一个化险唯一，把佣兵救下来。是在抢吗？顶着搏命吗？不太好吧。还差四十呢。先拿走，吐到一口。哎呦，这个好像是解了个插刀。对，解了个插刀了，三层猴。那他们整体的密码机进度是没有动的，现在是有一个人过去修佣，蜘蛛是想看一眼，但是没有选择管。哎呦，这口吐到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大残带走。现在是终于兴起了一台密码机，是，然后让没挂过的前锋去那边卡。脚印是看到了，哎，你这真不好说啊。这一会儿的话，大残如果能有机会把这个前锋秒了，再出去拦，真有说法了。对，他可能只能选择一人开，然后两个人一起过来救。是，一口吐，哇，预判到了，这个走位很细。这是很细。哎哎哎，一个长窗，一个长窗。交互很快。蜘蛛的翻窗我们知道是出了名的慢呀，这你跟着翻。对，那边的话是咒术跟佣兵在补状态，让玩具商在木屋多开一台。前锋是没挂过的，一会儿过来卡半救就可以了。是，看一下通知到了佣兵，那应该是这会儿这个状态谁来救？咒术来救也有风险吧？一起来呗。是，
一起来的话，因为玩具商本身压的是木屋的那台密码机，离门也很近，不需要多分一个求生者去贴门了。突到了，没事，反正咒术还能。对，手里有传送，要不传送回去拦？那还是两个人一起冲嘛。嗯。传送也拦不住，我你怎么又被误导了？你传送不敢交吧？你敢签我就吼你了，我就哭。外面密码机已经压好了，现在等贴门，等前锋去贴门。对，直接大号亮了，是，可以提前给。对，前锋马上到门，大号亮亮，哇，完美！放中他的佣兵，这佣兵手上还有道具，蛛丝还挺多。哦呦，这是什么？给了个怀表吗？这是。怀表，那佣兵也秒不掉，直接过来拦门，看一下，拦一下西卡的前锋。前锋手里是白板的，应该是要被直接被秒了。哎，对，还能折一刀。那还行，手里还有技能。该秀还得秀。对。往门口挂，然后敢不敢直接传？刚看是谁，是 Seven 这边是卡在中场。佣兵的话是在医院正门的方向。好像有点远啊，有点远。哎，这 Sexy 是过来卡了，反绕了要。的话是在跑过去。对，那。地宫这边也有耳鸣了，不敢传。有耳鸣真不敢传。对，但是蹲在外墙，这个人你不好排。怎么说？应该是看到了，哎、看到了要留下来了，一口吐。手里没有三层喉。对，两层。直接一刀带走，看一下另外一边，前锋那边有没有人来得及？来不及了，应该是没有想法。人家对，人家只要走一个，对，走一个就行。走俩是，不救了。监管者未携带挽留。哦，这实在太痛了！发假消息骗队友，是对，确实。看一下，那这把的话，其实已经是可以提前恭喜 MS 那边了。对，是的，没有太大的一个博弈空间了。而且他的话救下来，拿去救一波，把自己的薄命用掉，刷波救人分。他们这会儿其实 Seven 的又要操作跳地窖了，又有三层猴要冲地窖，哇！怎么能争一个三跑啊？哎，这个躲一口吐很有机会，躲一口远距离吐，真有说法。看一下，玩具上还没到门，玩具上没到，还差，还差，没猴呀！哎呦，没办法了。也行吧，我觉得就对于 Digon 来说，这一把留下这个 Sexy 真的已经算是出一口恶气了。对，这把达到一个平局已经是。还行了，已经很就单看这个对局已经是还不错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已经就其实我觉得也是求生者给到一点机会吧，就是他们可能中间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拉找我，我就在这个地方溜了，对吧？对，现在他能收了再次利用。我们看到进入第二回合，地图的话是圣心医院，监管者是先搬掉了先知跟前锋。前锋哦，那 U 这边我觉得可以考虑优先保平嘛。对 U 的话，其实他还有一首梦之女巫，要不要先搬了这首梦之女巫、啊哎？其实有点像了，但是。现在要不要考虑先看他们就是求生者这边哦，给你搬了搬了，对，没事，那没事了啊，那没事是的，因为他搬位还是有点像梦之女巫的，对对，动作可以骗你，是，就还有就是你这个离的这个身位啊，就红门如果一旦骗你要贴得太近，万一给到骗到一刀了，对，那自由手就很伤。先看一下这个阵容，双方都还有机会吧。好，看一下刷点女神像出身，那要往这个大门横墙去探。哎，能看到是个击球手。哎，那你开局追击球手是有机会的。是，还真可以啊，这一抬抬手一刀有呀。先拿一刀，直接拿到一刀，哎、而且还给你逼回去，你还进不了中场。是的，因为红夫人打击球手的话，你开局追还是说你后面追是两个故事。头铁进嘛，有风险。哎，还好，还行，击退一波。看一下前面有没有帮转点的一些跳板什么的，进中场也行。而且木屋的话是有两名求生者，是有点拖密码机的进度了，就跟一下吧，跟一下。甚至我觉得这里闪现制导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再抬进，应该走不掉了。这一刀了，天哪！这个电机有点这个半抬，是的，感觉是他们前期的交流有点没配合好，因为他们木屋跟废墟是各有一台密码机，可是刚刚是两位求生者都往木屋扎。没错，闪现刚才好像还有将近20秒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，而且顺便还压到了废墟，还能踩个跳板，还把你赶走，完了，出大问题。那先踩个跳板吧，踩都到脸上了。对对对。踩跳板还可以直接抬进抬玩具商，回头看一眼，还好小王那边提前撒手，是谁？是 Levi 的心理，这心理也不敢随便给刀呀，佣兵已经贴过来了。但这个半挂场上电竞没有动，对，太伤了。这个就有三个拳手都在动，对，在跑，这就有点像是我。哎，你不救吗？你被双倒了，完了，双倒了，天哪！
那这有这个球难受了，怎么怎么样？就算看爆发也没有爆发球，唐刀没有挡到，完了完了完了。这现在闪现还在手，直接先抬一下 portal。是，这红夫人四抓局了这。这主要是密码机进度真的是跟不上，你开局这个就感觉像是人，我机子还没去碰，我这人已经送一个了这种感觉。然后再来一个双倒，少就少一个人开打了。是的，在双倒，玩具商店我没了个跳板。对。有点难受，对于监管者来说，现在所有的求生者已经排过了。没错，这边看他要不要预判。小房那边是亮完的，要不要往小房那边抬个镜子试一试？是的，抬了，抬了，应该是能看到佣兵了。但这边玩具商也给出了要救人的信号，他要打一波手尸，不能传过去。再来一刀必救。哇！现在闪现还在手，其实对于基础手来说，真的没有太大的一个牵制空间，还要去探一下玩具商吗？哎，应该是能看到的。还能探一刀，还能探一刀。探到之后，玩具商拉远要，不，肌肉手拉远要不要回去找？已经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肌肉手的视野。一个镜子抬过去，最多闪现击倒也可以。而且肌肉手是已经没有球的了，对，可以直接转过去带走。闪现，闪现。哎，没事，也没有太多的牵制空间，他进不了点，他唯一可能要进前面的两块板才可以。是的，那挂飞肌肉手之后再回去找玩具商，但是已经在摸了。再摸只能摸个半状态呀、啊！但是你们抬头一看，这四台密码机啊，我的天哪！对，他前期的话，其实他挂接触手的时候，其他三名求生者都在转点，来救人的来救人，逃跑了逃跑，就被镜像干扰了，被镜像干扰。对，就这一把就像是我们第五人格多了一个小游戏，叫什么呢？叫迷你第五人格是什么呢？就是三个人四台密码机开打啊，很难。这里已经半状态的玩具商牵制空间还是比较少的，是这里的话最多玩一个板子再拖一下，等一个镜子，等一个镜子，这边往外走卡住他的位置，下一个镜像带走，是基地已经只有几秒了，这边外面已经没有搏命了，是主要是这个点玩具商也牵制不动，手里的踏板也都已经交出去了，然后夹到玩具商，哎，没事没事啊，反正前面也没板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主要是什么？他这把密码机的压力太小太小，对于红枫来说，加起来三台不到，已经是第二个求生者上挂。对，好，那第二天刚破译完，外面抬头一看，还有多少？还有满打满算加在一起两台吧，两台多吧。已经排到了巴古里来的位置。是。那边密码机在抖，这边只需要防木屋的人就可以了。对。因为现在也只剩下三个人了，对，主要是你佣兵这块过来的话人也不一定带得走，这边还要双刀，还要开双刀，哇，不谈了不谈，他拉护腕就算了，对，逼个护腕，那玩具商的话因为他也转不走，对，本身这个点你想要去转就太难太难了，是的，啊，一刀击倒，技能也已经换成了传送，就这一会儿其实看不到求生者走一个的面，好吧，对，他有三个半台的密码机，你就算移情让佣兵过来压满就一遍，是直接传送出去要找佣兵的节奏非常的果断，刚刚是看到脚印的，然后他用镜像回去，对，传送出来先逼，然后再镜上回去守，这样电机就不动了，对对，他看到密码机不动之后知道 Levy 会过来，哎，这不好说，这个距离能不能去卡一个救不下来，还是比较难的，窗台交了一个窗台，窗台了看博弈了，对，刚才如果说能逼住他这个窗，不敢让他不敢翻，还真有机会。这里要再帮忙扛吗？只能扛，只能扛呀，这只能扛了，没有别的选择。那扛了，其实也没有一个太大的牵制空间，因为他扛的是平地刀。是，哎呦，再抬镜子，先砍心里一刀吧，都无所谓了现在。然后再把自己换进去。其实红夫人的话，现在甚至说去换抓心理也可以，可以 对，因为一会儿如果上挂的话，来救人的是佣兵，外面在抖的一定是玩具商，再过去管上挂飞的玩具商，他可以传送镜像直接秒掉。是，那所以说，而且其实 U 的话，他一直很细，你看他的视角一直是往后面去看的，他一直在看我们密码机的情况，太细了。对，还是在看人有没有说在视野的这个极限距离能看到一个剪影什么的。对。他应该是已经排到了佣兵的位置，是，那心理这边应该也是牵制不动了，直接给一刀带走，那外面玩具上的佣兵赶紧调状态，对，看一圈密码机没有再抖，这边还是心理的遗产，这边这个人还是必须要来救的，是的，心理这一把是千里迢迢的赶过去救了一波人，现在又自己又压回来，压回自己的遗产，真的好难受，现在
只能让半状态的佣兵过来。这过来卡你本身是个半状态，虽然有护腕，这一个镜子直接弹你身上了，哇，还给到一刀，非常精准的一个镜子。那你佣兵这会儿敢下来吗？敢下来的话双倒啊。没办法，他不拦也不行，对，不拦压满就也不够。哇，甚至传送在下对面，哇，所以先卡过半，对，先卡过半，卡过半再说，然后就可以传，对。哎，但是这样的话可以，有完了，他护腕后面的话肯定是要过半的。哎，哎呦，我就有点难受了。他刚才那个身位给到，其实是有机会扯下来的，至少不双倒。哎，再交镜子，拿一刀，救人，这救的还是很早啊。是的，直接砍心理一刀，砍到了佣兵，对心理来说比较难吧？先挂佣兵吗？可能觉得心理也跑不远。对，还是两台，还要过来救、啊，还要反身救吗？可是你还差两台密码、啊，是哎，抽椅子了，是拿到椅子被他博弈到了啊！哎呦，又抽到了一下佣兵，是抽到了，这边可以直接杀掉心理。对，先抓心理或者是管玩具箱都行，因为空间很多。心理走不掉呀。就围绕这台遗产，赶紧上去打一刀吧，哎哎哎，别让他再牵制了。那没事，他主要是脸上压了台大遗产，他外面再起新的也不太可能。哎呦，是的。但是其实这波鞭尸救还是给了一点点机会的，对，就多拖了点时间。因为心理的话，他是个半状态，被他无伤救了。就这么说啊，如果说他压的不是脸上这台遗产，而是说废墟有个二连，两台都是大遗产，那对吧？你外面玩具商再回去补一点，说不定有压好的机会。对，就只能这么给他们去盘。嗯，压住脸上是真没机会。而且他现在一直捏着传送，他就算出去了一会儿，佣兵起来再传送回来，把佣兵击倒也可以。是的。是的，这个电机量还是差的有点多，对，就表面好像三十又有破亿加速，不过只要一抖就回来了，你也修不了。不过也很不容易了，对，开局就那么点，开局对闪现还有二十秒好的时候，对，能拖到这一会儿，密码只差最后这么一点点也是不容易了。这边还故意扔远一点，对。现在的话再抬一下镜像，盘的是木屋的方向。其实他刚刚抬的第一个镜像已经盘的是废墟的方向，感觉这边可以往对面半墙投了。他其实可以往密码机方向投，对，玩具商你首先你是换不了道具的，对吧？你调不了状态，你只能围绕密码机去消自己的乌鸦。一个半状态的玩具商感觉想要去跑一个地窖也是非常的难的，非常难。是的，不过他还好收了个跳板回来，好像而且地窖还在电机旁边。对，随时传送，就只有我们说只有理论上的佣兵骑，那直接抬佣兵。对，他就把自己那台大遗产先管住。感觉这里想要蹲的话是比较难的，比较难呀。这进能去哪呀？再进转啊、转一下，先定个大方向啊、定到了那是走不掉了呀。本身就是一个半状态，没有道具的。是，那给完一刀可以放心大胆出去找了。哎，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。哎，有没有考虑说利用这点时间去多碰点密码机？就看看他本人对密码机的进度听得怎么样了。对，是的。现在是考听力的时候了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能修多少？不行，七十，从七十二修了8%，修到了80%，对，8%。嗯。我的话是一直觉得玩具商会在废墟跟木屋方向，所以三个镜像都抬在这里。是。直接传回去，我来看了一眼。没事，反正佣兵的话倒地还有一半。是，这个时候应该要去找密码机附近了。对，就是围绕密码机附近去找。哎，他可以去看看这个地窖点，先排一排也是可以的。是的，对，因为废墟和电机都盘过了。哎，这些玩具商是一直没有出乌鸦。你可能看到刚才玩具商好像是在空地上是进攻走的。耳鸣起了，耳鸣起了。对，耳鸣起了。他也是看到脚印了，看到了佣兵的方向。这边还有脚印，那是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要自杀了这一把，对。放一个跳板。你还真别说，这地上就在脸上，这个跳板怎么说？无所谓啊，现在等个镜子，然后抬起来，我看你要不要打羽毛球。是，其实他也在等你镜子，你镜手一抬，我先跳。对。其实这边也可以，对，先把他逼走，再用镜像把他拦下。哇，就这一会儿真的好难受啊，落地感觉就无了，结束了。先等等，一个绝望的跳伞队员，想要去摸佣兵吗？佣兵已经倒了很多次了，这要拖到佣兵这个淘汰进度走完，然后不太可能呀。对，然后在没有跳板的情况下再跑踢墙的地窖。
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佣兵爬得挺快，爬过去有没有可能极限的是点的一下？哎，镜子直接弹的是没说法的，没说法的。要点的可是点人，点人一下，点人点的有点多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进度。哎、点人，哎呦，还是打到了这一下。哦，那也是恭喜 MSU 是在第二回合用红夫人完成了一个四抓啊。是的，那对于他们求生者来说压力又很小了，基本上就可以就跑一两个，就只要跑一个就可以，跑一个就二比零收了。对对，除非说是被四抓。那现在压力又来到了 TV 的监管者，是，就是他什么呢？就到了 TV 监管者这边，就是他如果要，首先他是要先四抓，嗯，就四抓才能说背着这个